变形金刚啊，升到五层楼高啊，又神秘嘉宾，衣服又很厉害啊，对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，太期待了，真的。等我升到五楼高，你就看到想说，哎，下面怎么湿湿的？下雨。哎，这个时候就要上猴刷井了，上上上，撑起雨伞。下面的观众，雨伞撑起来，第一排的要上哪哦？快来娱乐小哥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喽！